含獨居的老大人，佮有弱勢家庭有約束，要互因伫咧三頓攏食會飽，要來看就是餐啊卡基金會。雖然伫咧疫情期間，加上進前連續幾日間的好大雨，依然是相當堅定因的信念。執行長王坤成表示，在疫情嚴峻的時刻，原本負責送餐的志工，因為厝內底人會煩惱，所以基金會就改由員工負責送餐，嘛為每一位員工來加保着較精險來。穩定人心。在前幾天連日好好，官工竟是看到磅布來拿便當，穿著雨衫，依然是政府責任準時將溫暖的便當送到家裡，讓弱勢的長輩可以吃好飽。帶小孩要送去到台中帶餐我家也餐廳裡因為我們有這一群工作人員跟志工的幫忙，他們每天午餐跟晚餐甲大陆弱势家庭温饱的约定，查拉卡基金会在疫情期间一直连日好好生产，也无冲垮这个信念，使命必达。镇长黄坤成表示，疫情非常严峻的时阵，送餐者的家人担忧，改由员工来担任，嘛让每一位员工甲送餐人员日子加保较真险，稳定人心。那一段时间呢，都是我们呢，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啊，除了工作以外，还要身兼送餐的工作，因为不能让长辈们呢，没有餐可以吃到。本来要走这一段路是很近，结果就绕很大很远的路，然后再到那个没有感染的案家。连日好好看到磅布炸便当，穿着雨衣。也是要将温暖的便当送到厝，予长辈在雨中的温饱。落雨你安怎送？雨嘛是安尼掩起，掩起。掩毛衣。便当掩起较重要啦，雨衣啊。真的是用四台三轮车来送。啊，即马对咱这个大姐啊，哈，啊，未来。一对一行哈。无不好吧？哇，这。所用的是环保不锈钢的便当，慢慢仔行在庄内烧炉，这每一个前进都是予长辈的温室。啊，出来挂饭啊，来来。来哦。最新新闻，蔡明彤、柯高雄采访报道。即马想要住预防下，一定爱上网络登记，使用手机啊，唔免两分钟。就可以登记好势。首先，你要做意愿登记，填好画面上面的基本资料，然后送出等待卷讯通知。只要咱阿中部长宣布你符合这个阶段的施打条件，就赶紧上网络去登记哦。点开预约选项，画面就会出现三种预约的方法。大部分的人是使用身份证。加健保卡号码，紧佮方便。咱即届嘛是要用这种方法来让大家做一个示范。点入去，将你的身份证号码、健保卡顶端的卡号，把它填好。进入图形验证码的验证，就会当到最后一个预约的画面，选择注射疫苗的时间佮地点，将你的基本资料填好后，将你想要的注射的时间和地点选好后，勾选阅读并同意，最后送出资料，这样预约就成功了。要提醒我们亲戚好朋友记住自己施打的时间，然后携带身份证、健保卡、印章前往接种站，手机拿出来，给你的预约注射真方便，赶紧注射，保护自己的健康，也是保护咱厝里的人的健康哦。